可以，我要垃圾。哇，死 X 咗就别动了，我见到阿芝嘛，死都咗你啊，咪喐啦，契弟明未啊？哈哈，你都见到，喂呢、這个明明啲虫虫冇晒，仲唔俾我开，黐线，吓，好，合嘢先，合咩啊？又系咪笑死？ 咩八婆点阉呀？真心劲太易玩啦，劲废呢个波士啊！咩笑啊？<笑>好好笑，我唔知个字幕啊，呢个字幕好得意啊！<笑>啊，因为个主角系讲紧粗口嘅，咩 ？Just do it, King stay there， 唔知咩佢话叫你咪喐咁样咯。 之前佢仲有讲话咩？小你阿妈飞刀定咩啊？佢有咁讲啊！睇下先，楼下好似啱啱都有啲嘢未执啊！我哋执咗呢个好多嘢执喎，系咪要拍粒精神病院稳阵？但系问题系我而家使唔使翻去又抌低啲嘢先，之后再翻去 save？ 因为都时间都差唔多啦，翻去 save，仲可以执你哋最想执嗰个咩咩门后面嗰嚿嘢，顺便执埋。 我已经迷失咗，点行啊？呢条路啊？点样出翻去啊？睇地图先。呢度被大门挡住了。咁系啱啱喺边度出啊？我哋跳咗落去喎。咁我点出翻去啊？冇得出啊？吓？我要上楼上飞落街啊？咁点开啊？冇喎，因为我哋啱啱喺楼上跳咗落嚟啊嘛。 咁就要返返去楼上嗰度系嘛？如果冇记错，执咗啲执唔执到嘢？我执咗散弹枪子弹，呢嚿嘢就执唔到啦。强力化学液体，固态燃料，乜都含唔到啦，上悭位都唔得。咁就焗住上去，上去之后就跳返落去，即係搵个地方就可以走返去大门，唔知得唔得啦？大门嘅话係呢一边。 所以呢，我哋又上去，有冇可能我都唔知，焗住揾啦。因为而家冇得 save， 呢度跳落去係楼下啦，应该冇用啦，系嘛？呢度有嘢啦，燃料马桶有冇嘢执？顺便搜一次啊，基本做一个基本嘅搜索。因为我费事食精神病院啦，因为我赚晒，而家我呢个状态係咩㗎嘛？ 即系满咗袋㗎嘛，我而家係冇嘢，冇嘢可以摆到落，除非原本嘅子弹啊嗰啲，我就可以执。好，呢度可以落去啦。空间不足又执唔到。呢度係边度啊？开门，好多嘢执喎呢度。啊，有化学液体，其实我最缺乏就係化学液体。佢喺呢度呢，有嘢沤，咩啊？燃料。 佢本身都系预你攞火枪咧，你哋用你哋一定要用燃烧弹先打得赢，你用榴弹气。我用火枪我就系劲。哦，呢度走走走走到嚟呢度，琴日出翻去啊呢度。呢度落翻去底层喎，佢点样走出去啊大佬？ 有灯啊灯啊，即系打死咗个臭婆娘有灯，要爬返上去上面咯，即系系嘛？鬼知咩？鬼知要鬼知盏灯咁紧要咩？个楼梯啱啱唔系呢度有个楼梯可以擒上去？喺呢度，好。但系我满晒位点攞灯？吓？ 身上空间不足喎，问题系大佬吓，可唔可以点做？点样走佬啊？喂，呢度有咩走啊？呢度又冇路行，二楼系呢度啊，跳落去呢度啊？呢度唔会啱啱上嚟啫嘛，兜个圈，咁要点做？ 卡了呀嘛，唔要分离剂，掉咗分离剂佢上弹。
上弹，哦好啊，试下咯。跟住咧呢个子弹入晒去，有乜组合？散弹枪、子弹冇，手枪又入晒，吓、啊？踢楼梯，书包爆咗，一定要用掟出去，不要分离剂。抵啦，都叫你抌咗支枪先。低 B， 咁一定要抌分离剂啦，冇计啦。跟住咧，组合唔到，丢弃物品，无法取回，好白痴，点解？低 B， 点解掉咗落地唔可以执翻？黐孖筋。好，攞灯咧，点出去啊？跟住咧，揿咩出？呢度啊？总之都系要落楼下啦。边度出去啊？做乜唔饮水都黄血咁早饮咁啊嘥咗支水啊梗唔得，系咪个大门就冇？而家就开翻啦，系嘛？啊开啊！好搞掂，师傅了，第二玩了。睇下先，呢边走，哇！呢度有个坑渠，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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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翻去执埋嗰咩门后边 save 啦，顺道啦，咁啊搞掂，你哋又唔会心挂挂，心思系都我都满咗位，想 save 都唔想执都唔得，劈嗰啲无谓嘢先，呢只 game 系执树爆最紧要，吓、啊，系咪啊？你哋同唔同意？啊！啊，原来呢个都可以入弹啊，未入啊，嘥咗分离剂，唉、哎，本身可以唔使用嘅。好，而家过去执嗰个咩门后面有嚿嘢，跟住你唔会心思思，之后读埋潮文收工，大满足，轻松解决。点解咁易打先？其实嗰个怪物咧好白痴，喺度系咁只手系会撩下撩下。一嚟就唔系扣好多啦，二嚟佢攻击力其实好低，即系冇咩变化，而且可能我敏锐力太劲咯，即系已经估到晒佢边，行下见到啲地下有啲虫甩下，即刻望下楼上，我就估到佢嘅位置已经全部俾我知道晒，极冇趣味啊！门后边，门隔篱啊，指门呢度闩门啊。呢嚿火藥啊！呢嚿嘢大家唔會心思思啊！啊，衝翻去師傅房搞掂。好、啊，我真係自己執咗嗰間房 boss 房啲嘢，費事啲睇我執嘢嚇。跟住又話咩盲啊，咩搞好耐，根本勁難睇啊！佢只 game 本身就係預你慢慢揾，行到勁貼，又唔係話喺度閃閃令呢啲道具。好，烧儿弹，烧儿弹都唔系话扣好多，我喷火先系扣佢最多、最好用嘅工具啊！喷火，吓、啊，火枪先系最劲。好彩我就悭住，我就冇掉低佢，先至可以咁易打佢。佢一开头佢一爬起身想出嗰啲摔角技啊，即刻俾我喺度狂烧打翻落地，你知唔知？妈咪间房执埋先咋话？啊咩火枪之后冇用？说话咩好难？你火枪之后冇用，同埋边条文咧？差唔多啦。啊咩？我最劲。之后放低火枪可以，好啊。啊！前面呢、這个你睇个冷气机，你有冇记得啊？有时咧，佢呢只 game 有时啲画面系会咁啊，无啦啦变咗 JPEG 定咩，变咗一劈嘢，你啦，有冇见到啊？有时系会，即系啱啱咧，我咪喺我阿妈度，唔知喺栋门等啊，即系栋门有时都变到劲核突啲画面定点样啊？古灵精怪，嗱，你啦，咩事啊？精神病发作定咩？同埋边条文差唔多咯。啊！呢篇潮文咧就有一位叫 Kong 三四五六七八嘅兄弟写叫游乐场，其余笔嘅其余记笔吓，其余记啊，
咁咧，跟住咧，佢就話啦，啊，就佢話戴，佢話幫大哥同自己戴定頭盔先。佢話呢篇文都唔代表本人立場。我係一個廣州人，今日去咗咧香港一個好出名嘅遊樂場度玩啦。我從來未去過呢個遊樂場。呢個遊樂場雖然票價好貴，而且年年加價，但每日咧總係人山人海排隊入場同輪候玩遊戲成個幾鐘咧，大家都不在所不惜嘅。可能因為呢個遊樂場咧有住獨特嘅特色啦。到咗游乐场啦，终于我见到咧几条好长嘅人龙，原来咧排队入场嘅队伍嚟，我是但拣咗一条嚟排啦，排咗大约20分钟，条队好似冇咩点喐过，突然间咧一个长头发矮矮瘦瘦嘅男人咧不断咧啊咁同扯住排紧队嘅人讲嘢，好激动，好似咧俾人呃咗钱嗰啲苦主咁，啲人听完嘅反应咧都系你唔中意玩你咪走咯，我系中意嚟呢度玩啊，点啊？但系咧佢都锲而不舍咁劝人。虽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终于走到我面前跟我说，不要来这个游乐场玩啊，服务质素又差，对啊，态度又不好，票价又贵，不要再排了，走啦走啦。虽然我很同情他，但毕竟远道而来，走了又挺可惜，唯有怨他啦，他很失望走了，口中念念有词，为什么你不听我说啊，呜呜呜。个长发佬走了之后呢，很久呢我都未能够排到啊售票处。突然间咧，有个戴眼镜嘅中年女人同佢嘅工人咧，竟然直接行去售票处俾纸俾钱，去打尖喎，点得噶？但见到前面排紧队嘅人咧，好似冇乜反应，我都唔系好敢出声。只见嗰个女人咧喺我袋度咧攞咗张八达通出嚟俾钱，佢嘟极都咕嘟唔到。见到佢张八达通，我心谂八达通都唔识用，系咪清朝嚟噶？结果过一阵，佢终于嘟到张八达通俾咗钱，佢转身同佢嘅工人讲：嘟到我身水身汗，攞张纸巾嚟俾我抹汗啦！佢工人咧话啲纸巾咧吓咁啱用晒，于是佢好恶咁闹个工人啦。你既然冇带纸巾，点算啊？我点知纸巾喺边度买？之后一路闹个工人，一路走咗。排我前面咧个阿伯同我讲：后生仔呢个女人好劲噶，呢啲人咧做实事噶，为咗市民谋福祉，好人嚟噶，点点点。我睇佢行为又唔觉得几好。咁终于入到游乐场啦，望一望只表，哇！原来已经排咗个半钟，排到又热又口渴，于是攞一支水出嚟饮咗几啖。突然间咧，游乐场有个人咧喺我后面出现，同我讲：先生，我哋游乐场规定唔可以饮水噶，因为惊你饮水嘅时候咧，滴出嚟啲水会溅死人。所以根据咧我哋游乐场嘅附例咧，你要被罚2000蚊。有一个广州人啦，而且俾佢吓一吓，冲口而出，用咗讲普通话问佢：你说什么？个职员一听到我讲普通话，即刻向我道歉：啊，冇事啊，冇事啊，刚才系误会啊，误会啊，即啊喺游乐场玩得开心啲，然后走咗。我到而家咧都覺得有啲莫名其妙。我最中意玩過山車，於是一入到去咧就先過去過山車。你老闆又係一條人龍，點解出面又要排隊入到嚟，仲要排隊咁煩？冇計，錢又俾咗，唔通唔玩咩？唯有死死去排隊啦！砰！突然間一聲巨響，原來我左手邊嘅發電機突然間爆炸，著火好犀利。幾個職員咧走到埋嚟了解情況，好似好無動於衷。明明周圍都有滅火筒，但唔知點解唔用。奇怪嘅係周圍嘅人客咧唔係慌忙四散，而係攞住部手機不斷影相同拍片。乜香港人原來咁勇咩？為咗拍攝第一手資料，連命都可以唔要，我真係自愧不如。於是遲那時快，有一個職員咧攞起個滅火筒走上前。但系咧，见佢攞住个灭火筒搞咗好耐都唔够火啦，我感到好奇怪之际，见到原来佢连灭火筒嗰支保险针都未掹，正打算上去帮手嘅时候咧，就俾后边排队嘅人推咗上前。原来依度我玩咯，再谂深一层，以职员嘅专业技能要救火话咁易啦，我忧虑应该多余嘅，于是又上咗过山车。过山车开动啦，哇，好刺激啊！呢个过山车真系掂。我之前听闻呢一啲车厢之前由英国出产，但系而家都换晒由祖国出产咯。嗱，怪质素咁高啦。不过玩玩下觉得有啲唔对路，点解个车好似越嚟越慢嘅？开头都不以为意，咦，即系越嚟越慢，边有过山车减速噶？结果佢慢到停咗落嚟。严格嚟讲，我哋系半天掉，架车咧都唔再喐，我哋只可以喺呢一个100米高嘅路轨上面等。等人嚟救定系等死我都唔知道。突然间咧，游乐场咧播出一段广播：唔好意思，过山车由于出现小型故障，所以短时间咧冇办法整得好噶啦。请客人自行离开车厢，沿住路轨直接步行到终点，不便之处敬请见谅。吓、啊，要我哋行翻终点？虽然我哋部车都行咗四分之三，行剩翻条直路，但都冇理由咁黐线要行路轨系嘛？但只见其他乘客都落咗过山车，同我讲。我哋惯噶啦，快啲行啦，当做运动。我真系觉得好无奈，有人喺100米高嘅路轨上行路，
等龙龙死神玩游戏，我一路行一路赖屎，唔敢望地下，好惊差到佢会跌死。最后咧，我惊到企唔稳，趴喺地下，用两手两脚爬到终点。到达终点之际咧，我已经惊到跪咗喺度，好耐都起唔到身。休息咗一阵啊，我唔敢再玩其他游乐设施，离开咗呢个游乐场。出到门口又见到嗰个矮矮瘦瘦嘅长发佬，佢见到我惊魂未定嘅我，主动走嚟同我讲嘢。佢问我啦：，喂，你明白啊？坐过嗰个过山车出事啊？我就问：你点会知噶？佢同我讲：我都试过喺呢个游乐场玩过山车出事噶啦，嗰阵仲要喺部车啱啱转紧360度嘅一半停咗，令我倒吊咗半日，脑充血中咗风。于是我日日喺度叫人唔好入呢个游乐场玩咯，但系佢哋包拗颈唔理我。我向佢道歉。因为他讲的嘢是事实，我之前冇听佢劝而入咗游乐场玩，是我自己攞嚟，是我唔啱。他再跟我讲，喺你条裤咁湿，头先嗰下都赖咗尿啦，系嘛？我之前仲劲啊，跟住赖埋屎添啊！佢一讲到个屎字就失控，傻笑笑唔停。我系因为当年脑充血搞到而家失心疯啦，好似我精神失常，吓到即刻跑走咗。嗰一日我见到报纸都有讲呢件事，标题为 XX 游乐场过山车故障，游客自行逃生。我最初都不以为然，但见到个副标题，我即刻嬲到撕烂张报纸。副标题为 XX 游乐场为改善游乐设施质素，决定加价三成作资金用途。游乐场高层为意外尽心尽力，因此获加薪两成。但系股东待住先啦、啊。Yeah!咁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啦，我哋明天再继续，系咁先啦。